仁义合唱团，仁义合唱团今天要我们来介绍两首曲子，非常棒。由我们指挥老师是倪以谦老师，要介绍的是我们倪以谦老师啊，辅仁大学音乐系的硕士毕业，曾经在1993年随着台北文山合唱团赴法国与奥地利独唱演出，1994年指导辅仁大学中文系参与全国的诗歌朗诵比赛，勇夺第三名。在1997年呢，参与总统府介寿堂音乐会室内合唱团独唱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欢迎仁义合唱团指挥老师倪以谦倪老师，伴奏老师陈晨琪陈老师。陈老师说我没有介绍很仔细，所以他不想出来。好，谢谢我们陈老师呢。今年，他是1972年出生的，今年多大？您猜猜看。好，掌声一下我们陈老师，好不好？未婚，恭喜！再一次的欢迎我们倪以谦倪老师指挥，两首曲子送给您，《忘了我是谁》以及《欢欣唱歌》歌唱。忘了我是谁，忘了
是由我们文艺合唱团以及林宇轩林老师指挥陈贤琪老师伴奏的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紧接着呢就要来大合唱。